今天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鸡骨头。这个一份是两袋，一袋是半斤。上面有肉，然后有脆骨。要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肉的人就不要拍这个，因为这个上面总归它还是肉少。喜欢啃骨头的，吃脆骨的可以拍这个，特别香。你可以回家用那个空气炸锅炸一下，或者是稍微倒点油锅里给它小煎一下，特别特别香，直接开袋就能吃。但是就这样给它热一下之后会更香。我特别爱吃骨头里这骨髓。